我想想我做些啥，开始给你们做饭吃吧。他点了一堆东西自个儿做呀。哦，我这好麻烦呀，明明可以直接点。你想自己生活就是要这样的呀。亲爱的，我这买了够我吃三年的东西。唐生抽，哎呀，我没买蚝油。完蛋，我没买筷子。哦哦哦，我又知道我啥没买。什么锅吗？油。老师后知后觉。羽毛球拍，因为我光买个漏勺他不让我买，我只能在外加一个东西，但我都不知道加点啥。哇，用刀。啊，这个看上去很好吃啊。我到把它塞入烤箱。烤箱为什么打不开？哎，你会用烤箱吗？我会啊。这是开始了吗？这是开始了吗？结束。你觉得这已经开始了吗？开始不应该。这个是模式吧，然后那个是温度，这个是不是开始啊？这两条杠应该是上下加热，这个是指上面加热，这个指下面加热，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咋用呢？哇，好吓人，恐怖烤箱。对，昨晚的饭是私生饭。哇，它已经开始烤了。再搞个鸡蛋送入微波炉，我们结果连微波炉都不会用。不要弄这么高级干嘛嘛。几分钟？四分钟。启动。亮亮，我先去稍微躺一会儿。这个鸡蛋羹吧，咋说呢？看着有点丑，但感觉应该还可以。你里头还加了什么？除了鸡蛋之外？哦，那是那个酱油，这应该是蛋糕吧。蛋糕吧，来吧，你就弄点那个酱油吃吧，凑合吃好。哼，这水没有炸掉已经很厉害了。哎呦呦，还会煎熟，还是原来的风格哈。拍它，快拍一会儿，拍一会儿，还可以啊，感觉啊。哇，饿了。这个贼好吃，我不开玩笑。喂。我都到你家这了。哦，我来了。你要不先去接下他？我去接他。我得做饭了。